那时耶稣看见群众，就上了山。他坐下来，他的门徒们上前围着他，他便开口教导他们说：甘于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安慰；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继承土地；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到饱足；慈悲待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蒙受慈悲；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；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儿女；为正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当你们因为是我的门徒而被人辱骂和迫害，受各种恶言诽谤时，你们是有福的。你们欢喜快乐吧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必定丰厚，一如你们以前的先知也受了人们同样的迫害。